我们是来自江西景德镇，景德镇啊，来自江西景德镇，我们也是第一次到了这个广西巴马镇啊。但是呢，这里呢，跟我江西就是婺源呢、啊，有点相似，有点相似啊，有点相似。婺源的那个小桥流水啊，风景啊，也特别好，也特别美。但是婺源的黄岭呢，可能呢，在我们中国哈、啊，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好地方，小吃特别多，它那个山山水水特别好，它有一个屋叫鬼屋，鬼屋，鬼屋、那个房子是斜倒着的啊，斜倒着的，一般的正常的走进去呢是走不进去的，非要斜的进去，它能够站得住的啊，是一个旅游。休闲的好地方，可以欢迎世界全国人都到这里来玩一玩。我是景德镇人了，景德镇的瓷器肯定是不用说的啊，对对对，享有世界的这个光环，景德镇的瓷器薄如纸了啊，明如镜了啊，景德镇的瓷器在全世界、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景德镇有的，别的地方呢可能没有，别的地方没有的，景德镇是绝对能够产得出来的。哦，我还专门到景德镇去买过一件的瓷器，买了一件。景德镇做独一无二的东西，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代替的啊、只有景德镇的人才能做得出来。你说它有啥特点吗？比如一个缸，一个缸，它有千件缸啊、北件缸啊。那个缸是很难做的，做成的啊。打个比方来说，要做成一个缸，不是做一个就成一个，是成不了的。嗯。最起码你要做几个缸，它烧成了，才有一件相当好的成品出来，是很难成品的。哦。需要很多的工艺。老一辈的人呢，他有那个，做缸的那种经验哈，才能够烧得出来的。从大哥和大姐的脸上，我能看出来，你们作为景德镇的人哈，感到很自豪，是吧？我作为景德镇人，我是吧？真的，我就是，我老公说的好。你刚才说那个叫鬼屋，我没听着，叫什么地方呢？叫个具体位置？就在婺源啊，婺源到婺源进去到房岭，好、房岭啊，它也是一个旅游啊，旅游景点啊，旅游中心。那个房岭呢？比较好玩啊，那个山上，它要盘山上去的哦，要到山上去是吧？到山上去，住在那个山谷上，但是呢，它有一个鬼屋呢，它就在那个房顶上哦。行，有个房子结构呢，是很多年以前留下来的，哦、是经过改造过啊、但是呢，可以吃的去，你们去观赏一下。好，有机会我们一定去看一看啊，去看一下啊，真的在。在我们全国，我真的，就是整个这种黄岭婺源呢，有一个这样的屋啊、其他地方都那个屋大不大的？不大，不大啊、不大，大概几十平方的啊，几十平方啊、好，就听你说这个，我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没事，嗯。